恭喜韦生韦太，今日是韦家雄和太太邓楚雅的大喜日子。戴耀明、杨明、易志远一班兄弟都有现身撑场。做得兄弟除了帮手顶酒顶游戏之外，当然要行使权利，同一班姊妹联络感情，平衡一下心理啦。杨明仲大包戴耀明重锤出击添。我知道啊，小明咧已经交换咗电话噶啦，仲要系不少个嘅，咁即系唔少啦嗰啲电话号码。咁啊，希望佢尽快啦，因为佢年纪都唔细噶啦，系咪？希望下一个我做兄弟嘅主角是他啦。杨明讲到言之凿凿，咁戴耀明又会点回应呢？哦，边有啲咁嘅嘢咧？阿杨，你挤挤都砌我生猪肉嘅，冇啲咁嘅事。即系家唔讲结婚大喜，我哋唔做呢啲嘢啊嘛。我啲成日关子唔搞呢啲嘢。好似有六个姊妹啊，咁我话抽咗都唔系好多，抽咗五个咯。既然戴耀明咁落力，希望学杨明话斋，下餐喜酒系佢请饮啦。